Hello， 各位兄弟们，大家好，欢迎来到美丽水世界哦。差点讲到方舟啊，抱歉，差点讲到方舟啊、哦。美丽水世界哈、哦，那个老头呢，之前早期就玩过了嘛。他真正的翻译叫美丽水世界，不过呢，这个对岸的翻译呢叫做深海迷航啊、哦，应该是叫深海迷航吧，我有点忘记了。总而言之呢，这个游戏呢在台湾叫做美丽水世界啦，在别的国家的称呼就不太一样了。然后呢，老头呢，就是有去那个至尊心的这个频道哈、哦，至尊心的频道呢，他去他那边下载他的这个繁体中文的汉化补丁啊、哦，个人觉得非常的棒，而且呢，他的频道也做得不错啊、哦，他也是方舟起家的吧啊、哦，跟老头算是同行的啊、哦，也希望大家去好好的支持他一下，他的影片都不错啊、哦，个人是蛮推荐的，好不好？那么今天废话不多说啊、老头呢装了繁中。啊，繁体中文补丁之后呢，对于这些任务的一些提示以及有的没的，应该就非常的了若指掌啦，就不用这么麻烦，完全看不懂这样子。啊，好的，那现在呢，我们看一下哈，这是我们的仪表板，上面写状况确定，啊，都完成都是完整的，那应该是没什么问题啦。那我们现在非常的缺水哈，我们有没有办法？我觉得我们现在缺水啊，对哈，我们有仓库哎。我们仓库有水可以拿，啊，我们还有这个可以拿来做，我们先把我们钛稍微消耗一下，哦，把我们的钛消耗一下，然后顺便做一下细胶，啊，细胶做完了之后，消耗我们的钛锭，我们钛锭实在太多了，多做一点，多做一点，来，嗯，还没了，哦，一下就消失了。哦，它可以按右键做扫描啊！哦，有了，这些都可以扫描，好酷哦！啊，胡椒板都可以扫描啊！外星生命的形式啊，居然都没有档案建成，看不懂是什么，都是英文，算了，完全看没有。我们可以去扫描这个鱼，来给我一下飞镖鱼。不要跑啊！啊，外星生物飞镖鱼，我们把它抓起来。到底哪个可以补充水分啊？哪一个是可以补充水分的？这个是直接扣水哎、欸！我要去哪里看这些数据？动物群吗？不行，是单眼仔吗？我现在都还在，哇哟，哇哟，哇哟呀！欸、最好是这个游戏 bug 哈，那边熬不来啊。做成水需要什么？泡泡鱼。我们抓泡泡鱼就有水可以喝了，这么赞。了解。我们刚刚是有做一些盐巴，我们没有盐块。哎，我们可以吃。我们等下去抓一下泡泡鱼好了，加水哦，这有加水不错，多吃一点。好、哦，这个顺便扫描一下好了。哎、欸，按 F 为自行扫描，自动执行扫描。快点快快！有了有了，毒气鱼，它可以干嘛？尽量远离，然后它叫我尽量远离就对了。我有开始发毒气了哦。哎、欸，那是泡泡鱼吗？啊，不要，不要毒我！这是泡泡鱼，我要水，我要水，快给我水！太棒了，太棒了！偷窥鱼、啊，这也可以叫偷窥鱼哦。啊，又有泡泡鱼，又有泡泡鱼，来来来，两只两只，哦，各种应有尽有啊、哦，这可以扫描一下。自爆鱼草，我来扫描一下这个好了。有了，哇，这么快就白天了、啊。变化还真快啊！来，我现在很缺水啊，终极缺水。我还要直接变成一个瓶子是怎样？啊，那个塑胶都不是塑胶就对了。啊，先喝了再说，好不好？我们看一下我们还能做些什么好了啦。银矿石接线盒，铜线、我们还可以做成铜线。
我们看到什么装备要做？这什么东西啊？避免在探索中迷路哦，这也可以这样子弄哦。需要这个海藻块要五个，海藻块不难找啦。哦，就比较麻烦是这个建造枪吧。他说什么？夜空下 S 九包可以无限奶，好屌哦。Signal location uploaded to PDA。哦，正在上传虾米挖歌手的，哦，还可以扫描自己的状况，这么酷。好，我们先下去找海藻。气囊可以干嘛？哦，增加浮力。哦，我们可以做一下水下导锁，然后呢，再看一下有没有办法做建造箱。建造箱的话是比较麻烦，是电脑晶片。电脑晶片这个应该都是很后面的东西啦，我们可以先不要管。啊，电脑晶片在哪里啊？哎呀，这个宝石盘碎片前面挖哥啊，金块我们不可能有啊，我们顶多先银矿石吧。没关系，海藻先。来，我们就海藻先。啊，只不过我忘记海藻在哪里了。海藻，您在哪里？这什么东西？我捡到什么东西啊？他没有写那是什么哎、欸，未知生物的蛋，一堆未知生物的蛋没有意义啊。好，那我们的野战小刀，三号逃生舱。哦，原来我们收到讯息，有个三号逃生舱哦，他们的水下推进受损了。来，我们过去那边看一下好了。三号舱找到了，里面有什么？哇，整个损毁、欸！哇，这直接被挖一个大洞这样子。仪器的 PDA。啊，船员一说完了，这样子我们找到其他人汇合啊。船员二说我们可以找到什么声音？哦 ，Holy shit！ 救命！救命！这个王八蛋！哎，不让我。啊呵啊呵，带来带来带！这个鱼有事吗？哎、欸，我还没有看完逃生舱里面的东西，你就来弄我，你这样对吗？东西，水下推进碎片，为什么是不能捡？可恶，这是坏掉了吗？等一下，我还没探索完毕。啊靠北，怎么那么多？没关系，我先捡了，我不管了。先捡再说啊！你这些鱼在冲啥啊？啊，看爆你啊！啊，不是很强，啊，不是很强，啊，不是很强啊！扫一下，哦，完成度50%，意思是说我扫描完毕之后，我就可以制作这个道具了吗？是这意思吗？指南针是新学到的吗？那我们的推进器哦，需要靠收集这些来解锁、哦。什么东西爆炸？啊？要自爆了？哦。获得蓝图防射服。哇！哇！这个爆了。要死我！我的 hell！ 我们获得了新的蓝图了，我看一下。纤维布跟两个铅可以做成防辐射服。我有看那个观众有留言说，这个防辐射服穿了之后才可以进去前面那个大飞船。我们之前啊、就是。坠落的这个飞船啊，因为里面都充满了辐射啊，所以说呢，我们还是去深海稍微探索一下好了。而且我们还缺这个水下推进器，水下推进器其实在这个游戏里面算蛮重要的啦，我认为啦。哦，我们还是需要一点那个这个道具，看可不可以找得到。找得到的话，应该就事半功倍了。我觉得会事半功倍啦，不过目前为止是什么都没看见。
好，我往下探索一下好了。紫脑珊瑚可以利用它在水底短暂的呼吸，真的假的？有吗？你骗我！短暂呼吸在哪里？哎有哎、欸，原来是有这个作用的、喔，哎、欸，还蛮不错的哦、喔。快要挂掉，可以利用这种方式。石灰岩碱。哎呦，那个鱼是什么东西啊？好恐怖哦、喔！那个鱼怎么看起来很像那种虫？哎、欸，哦，碎片，太棒了，我们找到碎片了。哎呦，新科技哦、喔，我们找到新科技了。扫描一下。啊，这什么东西？残骸，把它带走。他们也可回收金属。Range scan suggests this biome supports extensive biodiversity and connects to a number of small cave networks. 哇，好多、哦。30 seconds. 哦，我找到了什么？垃圾桶，这样子我们能学吗？我们能学吗？好了，我们快没氧气了，要死了！啊，让我上去！完了完了完了，感觉来不及了！啊啊，我要挂了，哥又要死了！啊啊，哎哎，冤家！算了，东西拿不回来，我放弃。哥放弃。啊，之后还是要帮忙找回来的，时间早晚的问题，是吧？不要来咬我啊，白痴啊！啊，今天找不到，我们下次还是找得到的。我们先去做推进器，来来来，先做推进器好了。我已经找不到它在哪，我们有推进器，移动速度够快，也是事半功倍啊。好、啊，我们找寻的过程会更加便利啊，不用这么麻烦，靠我们的这个挖铺啊，在那边不断的滑行，其实蛮耗时的。啊。会不会是前面那一个碎片啊？那死亡之后，所有道具都浮上上空来了啊？很显然的不是，这只是一个很一般的碎片而已。好，我们先回去。嗯，水下推进器。我记得我们已经可以做润滑剂了。润滑剂的话，海藻种子嘛，这个待会再做。啊，电池的话呢，酸性蘑菇，我们仓库好像有。哎、欸，没有，没关系，酸性蘑菇很好取得的。酸性蘑菇非常好取得。好，我们来看一下海藻种子、酸性蘑菇啊，海藻种子、酸性蘑菇，还有铜啊。我们本来要找到铜，可是我们死掉了。哎呀，铜要重找了啊！钛我们一定有，来。我们去找我们的桶，然后酸性蘑菇。哎、欸，我们饱食度不够了，吃一下东西。啊，还好有这个饼干在，非常棒。这所以吃东西就是煞气，煞修啦！你有完没完？卖球卖球，还来啊！我恨你，同框同框，同框同框，这是什么东西？碎石，这是拿到什么？哎、欸，拿到金块了！哦，原来这是拿来签的、喔，原来是这个啊、喔，有。
杀死里面有时候有一半的几率，有很低的几率拿到金块啊，然后也有很低的几率，应该是说很高的几率可以拿到银啊。哦，原来这些东西是从沙子里面取出来的啊，原来如此。来来来，但是我们最主要的铜我们还是没找到。来，我们看一下这边，这是铜。不是，这是石灰，怎么都是石灰岩啊！不要石灰岩呐、啊！这是什么？哎、欸，为什么石灰岩打下来变铜矿石啊？真的是铜哦，我还以为不是嘞。好了，我们现在剩下海藻了，我们先做推进器比较重要，其他先不要管了。探索的部分呢，我觉得我今天探索够了。林北觉得今天探索够了啊，赶快拿一下海藻，我们就走了。海藻在这边，啊，我们要小心翼翼，小心翼翼的。哇加，哦，不用左键拿就好了。满了，可以了，可以了。回家。好，我们有推进器之后，非常 OP 的。不敢说非常 OP 啊，但最起码比现在 OP 多了啊。可是，推进器好像要电池哈，它算是个消耗品，它不算是一个无限使用的道具，其实也蛮不太好的。然后印象中好像还占四格，还蛮大格的就是了。没关系，还是要做，不然的话我们没有办法进行更深的探索。来，首先呢，我们先来做一下润滑剂，然后再来做电池。哎，还有铜线 ，nice。好了。装备，哎、欸，是这个吗？推进器，哎、欸，为什么没有？哦，在这里，嘿，赞哦！哒啦 ！Yeah，Nice play， 我们把它放在三好了。我们剩下的东西稍微就是拿来做一做，像是润滑剂。哦，我觉得我们的润滑剂到后面会非常的需要，所以我全部把它做成润滑剂。玻璃也是，好做一些那个外墙。到时候我们会有建筑物的部分，也是需要这些外墙来需要这些玻璃来补啊。啊，需要玻璃啊。好，到时候还可以先做一下这个。啊，玻璃两块，标准氧气瓶。哎、欸，我们好像可以做嘞、欸。我们玻璃不是很多吗？来，我们看一下、喔，这边就一个玻璃了。然后标准的氧气瓶嘛。等下这个海藻是干嘛？可以把它丢掉吗？把它丢掉好了。丢，不能丢啊！吃，扣二就扣二，没差。好，这样应该可以做了。啊，可以嘞，大容量，所以多少了？哦，多少了？哦，135哎，好猛哦！我们到时候再做一下铅好了，我们要做防护服，到时候去极光号。哦，越来越有探索的感觉了哦，各位有没有觉得很兴奋啊？越来越赞了，对不对？啊，超赞的！啊，我们的金块啊，忘记看一下金块可以做什么。我们记得有一个道具需要金块嘛，对不对？是哪一个啊？嗯，金块啊，电脑晶片要金块。啊，银矿石之后还可以再找，从沙子里面找出来。然后我们先看一下无线电。This is Avery Quinn of Trading Ship Sunbeam Aurora. Do you read? Over. Over. 看不清楚他在讲什么。Still nothing.
啊，这个没有翻译到啊，抱歉。耶、yeah! ！哇，死狗一年。还可以开灯呢。哇！赞赞的、怎么可以这么酷啊？水哦！好了，今天我觉得就先到这里了哈。我们成功了，已经做出了我们那个水下推进器了啊，以及让我们的这个那个气那个什么气瓶、氧气钢瓶呢，进化成大容量的氧气钢瓶啊，非常的棒。然后呢，也收集了一些不少道具，虽然途中死掉了，很遗憾，东西拿不回来，不过没关系。好，我们收集到了非常多东西，其实也不算是没有，也不算是没有收获啦，好不好？啊，那如果喜欢影片呢，一样呢，继续连载这个，喜欢我继续连载这款游戏的话呢，一样呢，记得在这个影片呢下方按个喜欢啊，以及在下方留言啊，观看数越来越高的话呢，出现的几率就越高，因为呢，老头还是要看观看嘛。不然的话，一部影片这么少人看，其实就没有太大的动力继续做下去了。啊，那也感谢各位长久以来支持，感谢各位收看。啊，我们下一次再见了，拜拜。